哎呦，发财了是吧？你在群羊里你找你得卖多少钱啊？这还不能卖。这是养蜂是吧？蜂羊。这个羊是快小羊了哈，快下小羊了。你想这个羊能下几个？俩，多了俩哈。多了俩。少了五个。这下个小母羊行了哈。那是你多大年纪了？80，这狗山早都要80，70，才5、6个月。看不出来你啊，怎么这么年轻啊？80了。真看不出来。你看俺爷爷呀，89年老了，你可看回来都会60来岁。哎，行了，这是啥羊啊？这是不能回钱，这钱装的呢。生产不能回钱，年龄这么大的，这生活这不容易，不能干。行，你那个样都能活，比咱大工厂多了。妇女，妇女毕业。你一般都是放几毛一天？养活了，宠物那个宠物吧。是，九节狼龙出来逮的是各种小吃，宠物方面吃。哦。宠物现在有分了。哎，有分。一天两次。哎，出来2次。有小羊那个能羊能卖多少钱？就是快剩的这个小羊。嗯。也不卖了，卖了不回了。对。是吧？小羊都卖一千多。行，你天天乐乐呵呵的，这乐乐呵呵都长寿了。行，走了，走了，慢点啊，二大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临近年关了啊，这个蔬菜价格我听我妈说越来越高了。我过来了解一下，这个比平时这个蔬菜贵多少钱？现在多少钱？现在一块五的现在。一块五？我比前两天又涨来了。还涨点钱，涨点钱，是质量稍微好点儿。前两天那个也搁不住，那个是来不了家，你接着吃行吗？你我不也炒包了吗？你个炒，你个炒包啊！你的意思想要点儿，要点儿。前两天是多少钱？前天也得1.5块吧。是一嘴吗？前两天不到1块。什么了吧？咱家伙？我看过来了不？咱过来还过吗？我听着呢。前两天那个颜色是7-8毛台的，过年了，将近翻了1倍。一块五，真的涨价。看没？这一个还是在大街上最隐藏的玻璃行业，是卖狗的。他这个这一集啊弄好了，你看这人这个不是吹的啊，这一集啊是能弄个2000-3000是容易的，但是他不会跟你说他赚多少钱，但是多少钱你啊买的呀？啊，多少钱你？这边弄点人，我这是1块。哦，弄点1块，好点的呢？好点的2块。弄点的1块，好点的2块多。这个过年必备炸五盒，家家户户都炸五盒，必须用到这个。他拉了那么一车，一上午就能卖完。那韭菜多少钱呢？啊？3.5。那不能给你买4.5。还要卖4.5了？那是哪会儿？你要吧你？肉包还不贵。肉菜多少钱一斤？看我同学在这买啥呢？肉吧，可能是又。便宜一点了，可能是11块钱，降了1块钱。今年的菜价涨得都没谱了，有的菜，有的都翻了1番，倒不如吃肉了，肉还挺便宜，11块钱一斤。
好了，我也不打扰我同学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吧。你们那边的蔬菜都大约多少钱啊？欢迎大家给我留言啊。今天视频到这里，拜拜。年龄哦，那是樊妹袍子第哦，干鸡，樊妹该跟爷爷理发了。哎，对。咦，那怪好的。爷爷，那店员真不闹了哈，他上门给他理发。叫咱爷爷。哦，好。叫了。嗯。上谁啊？你不行，提点去。抽工作了。这是刮胡的吗？刮胡的。理发干了多少年了？干了多少年了？啊，一二十年了。哎呦，一二十年了。行吧，一季能多少钱？也行哈。哦，这两年一的？68的。也是哈，26我的干。哎呦，26，68，哎呦，活几十年了是吧？我40来年的理发店了，家里几个孩子？家还有孙子孙女，儿媳妇的。哦，你几个孩子？我四个。四个孩子？上哪去？几个闺女几个了？一个儿子，一个儿子，大闺女，哦，小女我肥胖了，小肥吗都？行，那都行。你觉得闺女对你好，是儿子对你好，都不能啊？那都行哈。你还能挣啊？我管他们吃喝。哦，你管他们吃喝？哎呦，好。哥，你看那老爷子待遇好吧？家里上门贴头钱。上门。嗯。姑娘，我车有钱吧？有钱，一天五块钱。洗手膏。这个下回。小时候，我也是那个洗手膏，金盒的哈。对对，挺好的，是。
天没咋有人吃了。好像生个孩子，生孩子一个女的三个都可以他吃。哎。我给你拿个新的了，你去那个司机。老杨啊，吃饭去了，他上飞机了啊！啊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再见。